罗岗天后宫哦，四百年来头一届甲嘉义埔主配天宫举行为期两天的联合绕境活动海天盛会。活动哦，伫咧结束了后，经过这四个外围时间，两千多名天后军团，恭喜组织伫咧庙埕哦，大家做伙来看到这海天盛会纪录影片。庙方嘛准备真侪小礼品，要来送予这阵辛苦的天后军团。信徒组织庙前广场，这回看到海天盛会妈祖纪录片。天后军团在无？有无？你还阁看到大家穿这身衫哦？昨我看见，大家拢足水的，有水无？有。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去了，我们等待这个机会等待很久了，所以这次我们去的时候很幸运，我们。台湾人那么多，我们这次最新能一起跟妈祖一起去，跟鹿港天后宫一起去布置好会香。我没有这种经验过，感觉蛮感动的。四百年来头一届湄洲妈祖出巡绕境活动，真济来参加的信徒有七八十岁时代，嘛有袂少少年人的身影。大家经过四个月无见，各组织做会，拢真欢喜。一起走的那些朋友啊，回忆 啊，很好。对啊，对啊。對啊，去年跟今年。伫咧旧年度吼，有来举行鹿港天后宫啊、妈祖婆啊，四百年啊，头一次啊，伫咧绕境活动吼，然后咱嘛来设立一个天后军团吼，因为迄摆活动啊，咱遮的信众啊非常参加，非常踊跃，咱嘛非常的精髓。整齐天后军团祝贺，场面壮观。天后宫也准备真侪小礼品，要来送予这阵辛苦的天后军团。也欢迎大家会当做伙来加入妈祖义工的行列。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